山，你竟然看得到海，还有风车，展望太美了吧！而且来回竟然不用三小时。噔噔，大家好，我是萱萱，我是鞠先生，我们现在人在苗栗的诗潭，今天要带大家去爬一座我觉得 CP 值非常高的山，叫做仙山。那你们要来仙山呢，就直接导它这个灵动宫，就到这边它的登山路口，这边有很大的停车场，也有厕所，是非常的方便的。啊，仙山的路口就在这个厕所旁边的这个楼梯。仙山之所以叫仙山呢，就是因为传说中它半山腰呢有一处泉水，据说可以治百病，所以呢就有很多民众上山取水，然后因此而得名。那现在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店家卖那个大的桶子啊，让你可以上山去装水。今天天气超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爬的时候是冬至，所以也很冷，很冷，超冷的。仙山呢，它是一个 O 型，我们从灵动宫上去，等一下会从九天玄女的庙那边下来，刚好降落。哎，你怎么降落了？一开始呢，很多修栈的很好的阶梯就很好走。之所以想带大家来爬仙山呢，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一条 CP 值很高的小百岳，不会太难，又不会太无聊，又有攀岩，然后又有大景，交通又方便啊。不过我们才刚开始，我就已经气喘如牛了。刚刚走完阶梯后，就变成这种小条的这种山径的道路，但是都蛮好走的了。欸，你才爬三分钟而已，惨啊！这就是我说的这条路线好玩的地方。你看，它还有仙洞门呢，这个洞口非常小，只有一个人可以勉强通过。哇，你看。刚好萱萱可以经过的缝隙耶，很可爱的路耶，而且我发现它这边有个小圆把可以让你握手。好，我过去了。哎，其实也还可以啦。上次那个石门山的洞我觉得比较难走哦，不过你过来这边马上就要有一个小攀绳咯，就要把力量都放在绳子上面，这样子拉不行。对，你要一手拉一手这样子，然后重心往前，好，然后上去。绳子只是给你辅助而已。大家记得，如果以后遇到攀绳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全身重量都在绳子上，因为毕竟这些步道年久了，你也不知道它绑的地方到底牢不牢固，然后树根有没有牢固。对啊，所以说就是重心还是要在脚上。对，还可以。对了，还好啦。那其实用手就可以爬上来了。没有，这个只是它最简单的，难的在上面，不好意思、喔。有两个吧。这个还不算。这个不算啊、喔。这个不是。这么小段，你以为我会那么便宜你吗？看轩爬山就有趣，每一座山你们都会看起来觉得惊险万分。其实你们自己实际来走，不会像轩爬那么惊险万分。我觉得爬山就是手脚长、身高高的人还是有优势。言下之意是你觉得自己？对啊，我比较娇小啊。目前走这个林道啊，它的整条都是有遮蔽的，不会晒到太阳，还不错。它这条道其实蛮美的，它的树啊长得蛮漂亮，对不对？对啊。你看轩这样子走下去，这条后面就很漂亮。这边有两条岔路，这条下去就是去那个九天玄女，然后这条就是上去三角点的位置。看到这个凉亭就代表我们快到三角点了，但是后面呢，就这是它最大的挑战。我们来看看轩等一下会不会吓到脚软。望阳台，哇！会怕的，
这真的看起来很高呢，很陡呢，将近90度呢。上山顶前有两段，第一段就是在凉亭前面，这段是比较简单的，大概70-80度。山顶前有一个大概90度的，你看这位了，花容失色，有害怕吗？有。继续前进，前进，前进。跟你讲一件事情，走旁边比较轻松，这边还有一条小路。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这里还有一条路？就是要带你来挑战呢、啊。超坏的哎，刚刚也超可怕的。还好了，上面更可怕。你们看这边的树根盘根错节，然后我们就在它的树根间穿梭。就轩这次学聪明了，他走旁边比较好走的路。好可怕、啊！好可怕、啊！干嘛学历史？我在学你。越靠山顶的地方越难走。对啊，它其实还蛮多段很陡的。站好踏脚点了、啊，站稳就看起来可怕，但是其实走起来还是很可怕。还可以的。很迅速嘛，小心小心。可以的，可以的。除了摄影什么也不取，除了足迹什么也不留。哇，你这眼神怎么有点害怕？我是真的很害怕。你是真的很害怕哦。我们刚爬完那段，马上就来真正最刺激的挑战。最后上山顶这一段是将近90度。你先走啊！好了，我先走，各位。你先走啦。萱萱好害怕，他现在瞪我。好，我先走，各位。我们现在踩这个梯子。啊！你们可以上来这里陪我。没那么紧张吧？你慢慢走，不要紧张。其实还好啦，还有那个铁梯，其实好走很多。耶、没有想象中的难啦。对，看起来很惊悚，但其实还可以啊。对，哇，有太阳。耶、天气超级无敌好的。它的山顶其实没有很大，一个小小的平台而已。仙山标高967公尺，登顶耶！这个山顶的 view 很棒，前面看得到海，还有那个风车。把这个山跟海都容纳眼底，而且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展望太棒了。前面这个不知道什么山，超级尖的，天天很像火山的感觉，有没有？各位，超级尖的山。Back and forth, but never together. So I'll stand up and walk out and make my way alone for now. Holy as a ghost, heavy as a feather, pure as the driven snow.Watch your back, it's heartbreak weather. I think it's time you go. My mind's made up. My mind's made up. We keep doing this, but nothing's getting better. So I'll stand up and walk out. Make my way alone for now.我跟你讲，我今天不是只有准备咖啡，我还有一个准备一个秘密武器给你，好不好？要在山上温暖你，给你下山的力量。你准备好了吗？你要讲什么撩妹的话？不是不是，我跟你讲，男人不能只出一张嘴，我这次是真的有准备。纯面低基金，现在超适合的。
是不是？现在很冷，然后我们在山顶上喝低基金。好喝哎、欸！是不是准备的很棒？对，现在超冷的，我觉得喝这个好幸福，很好喝，而且它喝起来没有什么腥味。可以可以，谢谢。现在要下山啦，下山其实才是最危险的，好不好？那我就不录影啦，小心下山，慢慢下，慢慢下哈，不紧张。我们现在从这个楼梯下去，这段的话就可以走下去到那个九天玄女庙，降落，降落，降落。这里的这个杉木林这个步道其实蛮美的。请问这位是刚从仙山下来的仙女吗？你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了，拍谁哦？快哦！对啊，下山沿路都是有这个阶梯的，很好走，下山很快，一下就到这个九天玄女庙了。噔噔，看这里怎么会凉吧？停车场这边呢，旁边就有一个这个仙山特产的美食广场，所以呢，你们下山也可以在这里吃。那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去另外一间隐藏版的餐厅 ，Let's go。我们来仙山呢，因为它在苗栗的斯坛。那来斯坛要吃什么呢？仙草。对，斯坛这边特产就是仙草。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是新仙草，它在这个仙基农园的里面。它仙草很香哎、，QQ 动动，真好吃哎、嗯。我现在吃的是香柠仙草，它的香柠的味很舒服，它的仙草冻好 Q 哦，仙草冻很 Q 哎，微苦就带有仙草的香气，一点点点苦味，但是是好吃的，是很清爽的仙草冻。它的这个招牌仙草也好吃，但我觉得就是最特色的就是这个香柠仙草，来这边一定要点这个香柠仙草。烧仙草也好喝哎，烧仙草很香的，对不对？正正正正正正，刚刚在山顶给你准备的DJ是不是非常贴心呢、啊？暖男的行为是不是？自己说。我今天为宣准备的低基金就这个纯练低基金。那说到低基金，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鸡，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纯练低基金。鸡的养殖环境呢非常的优良，它的养殖过程呢就是全程低密度，就是让鸡有充分的活动空间之外呢，它的环境呢是24小时强制通风，然后终年恒温调控，过得很好的鸡。对它，因为通风的话，基本上就不用担心禽流感。OK。另外呢，养殖过程很重要就是吃，对，但它这些鸡呢，它吃的都是这个大。豆、玉米、植物油为饲料，让鸡的体味呢就是会比较降低。它的养殖过程呢是全程不用药，然后它的制造过程当然是不加一滴水，然后恒温低炼而成，小分子鸡内氨基酸是非常高，营养价值也很高，就是它很好吸收。最后呢，纯炼低基金呢它就常温保存就好，非常的方便。袋子是使用耐温耐压袋，经过121度商业灭菌，然后不含防腐剂，它还有得到国际金奖过哈，那各项安全认证都有，安全有保障，是不是？我不是随便乱准备给你的。那纯炼低基金啊，它不管是小孩、老人，或是孕妇，或是工作太劳累的人，都很推荐哦。最后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爬山的心得。我觉得呢，这座山呢非常适合想要挑战的新手来爬，就是它整个过程爬山过程是非常好玩的，就是手脚并用，然后呢，它的山顶呢风景也非常漂亮，而且重点是很快就爬完了。对，距离很短，大概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只花了不到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出而已，然后回来更快。更快，这座山真的是 CP 值非常高，有景有玩的，有刺激，又不会太久太累，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按赞，还有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拜拜。